的家人下午好，我是来自台中中港的教育中心长徐佩琴，目前是鑽石大师，在此跟大家问好，大家好。好，我希望今天的摄影师可以远一点，知道吗？有没有觉得我今天脸有点水肿？等一下我会讲这个爱的故事给大家知道，所以呢，我觉得，等一下要把我拍漂亮一点哦。好，那我想商品是我们爱多美最好的一件命脉。我们在跟朋友分享的时候呢，只要你随身有爱多美的商品，我觉得分享起来，每一位会员或者是刚接触的朋友都会非常非常的喜欢。第一个呢，我觉得民以食为天，所以我来介绍第一类的是食品，第二个呢是个人用品，第三个呢是保养品。所以因为我们现在产品非常非常多，所以我用这三大的方式来跟大家做分享，还有我个人的经验，还有喜欢的程度。好，第一个呢，我喜欢的是拉面。请问今天中午有吃饭吗？有。好，那等一下如果肚子饿的时候，你要很开心的感觉，哇，爱多美食品类的东西非常多。我为什么喜欢拉面？我觉得拉面是跟朋友接触一点非常好的一个接触哈。人家说吃人什么？对，拿人什么？所以我觉得还有一点，它可以让很棒的气氛呢，可以融入到整个活动的当中。所以呢，我觉得吃拉面是一个很棒。那大家知道我们爱多美的拉面有几种吃法吗？我们可以做出12种吃法，大家知道吗？好，我来慢慢介绍。当然我们今天只介绍几种。第一个就是我们原来的煮法，就是煮汤面，对不对？那我们里面有两包很棒的，一个是蔬菜包，一个是汤包的料。那其实那个粉状它是高汤的一个浓缩，所以呢，当你第一种煮法就是照我们爱多美的使用说明书上面的煮法。那像我自己个人喜欢吃辣，所以我就会把整个料包都放进去。那如果你不喜欢吃辣的呢，第二种吃法呢，你就是可以把料包呢就不要放进去。好，那这样子的吃法呢，可以加上你自己喜欢的蔬菜或者蛋，或者你喜欢吃素食的人呢，你可以加一些菇类。好，这是第二种吃法，就是简单清爽的吃法。第三种吃法呢，我觉得很棒的是像我们新竹炒米粉这样子，对不对？烫完的时候呢，大概是烫我觉得8分软度的时候是最好，就是让那个面条刚好溶于水，有豁开的感觉的时候呢，大家就把它夹起来，最好是泡一下我们的冰水，然后呢，你就把你喜欢的料炒好，就把我们的那个拉面炒在里面，这样是不是很棒的一道菜？有没有觉得讲到这里有点肚子饿了？好，第三种了，第四种呢，是我们大家喜欢的叫做部队锅。有没有煮饭是很快速的嘛？只要你今天喜欢的材料都丢进去的时候呢，就可以把它放进去。煮好的时候呢，就像一个团圆的一种感觉。那最后呢，我还是介绍5种就好了，不然越讲肚子越饿哈。第5种吃法呢是意大利面的吃法。不知道大家做过那种起司的意大利面吗？其实它煮像刚刚那种干面的煮法的时候啊，你可以加起司，加一点番茄酱。哇，那吃起来真的像意大利面哦！因为我自己不会煮意大利面，后来我发现我们的拉面的那个 Q 度啊，因为我们的控制火候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控制的情况之下，它吃起来的 Q 度呢不输我们的意大利面。所以以上呢，我先介绍这5种。那第二个呢，我要介绍我们的是4A 的那个大片海苔。那这个海苔啊，我自己也像我们办活动啊，也建议大家可以先采用这种方式。那因为我不会包寿司，我觉得那个寿司包起来这么漂亮，我们怎么包会包出那么漂亮？我就发现有一种快速寿司是很棒的。第一个就是先把炒饭炒好，大家知道吗？先把炒饭炒好，可以放肉丝啊、青菜啦，或者你要炒一些玉米、马铃薯。炒完之后呢，把那个炒饭啊就卷在我们的4A 海苔里面，这样快不快？好快，很方便哈。那另外一种，有一种我们去会员家呢，他发明了一种很棒的吃法。我觉得哇，原来我们的海苔有这么棒的海盐，加上有天然的一种海洋的味道，里面呢，它就是用紫米跟小黄瓜而已，就包成这样子。有没有大家知道吗？就是叫一指寿司，看过吗？就是短短的，就是用那个小黄瓜包薄薄的紫米，就这样卷着。所以如果有素食的朋友，我觉得这样子来做料理也是很棒的。那我讲到海苔的时候呢，就要讲昨天一个爱的故事哈。我们昨天有4个中心来合办了一个叫国外的一个公益讲座哈。那
在我们办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参与的有云林的那个爱加倍中心，还有大理德胜，还有冠军中心，还有我们中港中心。在办这个过程的时候呢，讲员就觉得很特别的是，哇，现场怎么这么多爱多美的会员。他一听到爱多美的时候呢，这个讲员，这个国外的讲员，他就说，哇，好厉害哦，你们都是爱多美吗？因为呢，有一个爱多美的厂商，他捐了海苔要请大家吃，就是我们的夹心海苔。所以当时我们在看到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想到董事长有讲了一个叫共同文化，所以爱多美呢就是一个有爱的企业，是不是？在我们很多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发现爱多美无时无刻在各地都展现这样的一个爱跟热情。那昨天在这个讲座当中呢，这个国外的讲员他很特别哦，他是来台湾已经20年的一位牧师，他都在台湾的偏远做一些捐就是学校的认养跟捐赠。那所以呢，他说现在厂商就是也配合他，就做这个海苔，做当地的一些捐赠。所以在此呢，我们也感谢我们的海鲜食品，借重大家的双手来感谢我们的海鲜食品，那也不断的帮我们台湾的好商品卖到全世界，是不是？好，那因为我们的海苔还有我们的贴布，很多好的台湾商品也让我们台湾成为很棒的优良商人。那接下来呢，我再来介绍是益生菌。我自己呢每天都会食用益生菌，因为我们外食非常多。在1858年的时候呢，是一个法国的科学家发现了这个有效的这个益菌。那在1908年的时候，是俄罗斯的一个科学家，他发现如果说在我们肠胃道里面有好的菌的话，它会让我们肠胃道呢的一个优良环境，让我们身体呢可以达到一个很棒的平衡，所以也得的诺贝尔奖。益生菌在这个世界上已经超过100多年的历史哦。那所以我觉得益生菌要怎么吃，大家知道吗？就是天天吃。每天吃，活到老，吃到老，是不是？因为它是要让我们肠胃道都有这样的好菌存在，所以呢，益生菌，很多会员就说，到底要怎么吃？饭前、饭后吃？大家有没有想过？尤其是我们台湾的料理方式跟别的国家比较不一样，那所以建议大家，如果你三餐饭后，像我自己都外食，所以大部分呢，我会建议说早晚都要吃会比较好。那如果你觉得你经济允许的话，哎，一天三餐都吃也 OK， 因为我们都是快炒类、油炸类或者多糖多油的东西比较多的时候呢，会破坏一点我们肠胃道的好菌的时候，我想随时补充好菌是很棒的。那介绍大家有一种很棒的吃法，像我们中心如果有办活动的话呢，有一种液态的方式，因为我们的益生菌是粉末状，那粉末状里面呢有很棒的菌种，有13种。那有时候你会觉得说这样吃好像没有饱足感，对不对？如果说又想吃起来有一种实体的感觉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可以用1:1的方式。好，我现在来大概说明，假设300cc 的牛奶加300cc 的酸性的乳酸菌，就是类似什么养什么多啊什么什么差的乳酸菌这样子，因为它会带一点点酸度，然后300:300呢可以加一包的我们益生菌，这样子泡起来的时候，你可以加一点点的冰块冰镇它，这样是以很棒的一种饮品。我觉得它也是一个益生菌的另类吃法，让我们吃起来有一种饱足感哈。所以这是我的介绍。再来呢，我来介绍叶黄素。因为我的眼睛呢、做过那个雷射眼镜哦，所以近视雷射，所以我觉得眼睛非常干涩哦。所以当我还没有在吃叶黄素的时候啊，也不知道什么叫叶黄素。可是常去眼科看眼科的时候，医生就会说，建议多吃叶黄素，还有那个人工泪液的补充，因为我的眼睛比较干。还有一点就是他问我一句话说，那我也请问大家好了，请问大家你滑手机超过1个小时的举手，一天下来，哇，所以在座的每一位刚刚举手的都需要补充什么？对，因为叶黄素是我们身体它是不会自行产生的哈，那所以呢，我们要透过外来的食物来补充。可是因为我们一般吃的食品类，不可能真的每天吃到5蔬果或7蔬果，所以我们透过
这样很科技的方式来吃这个叶黄素是很棒的。那很感谢公司呢引进了这个日本品牌的这个叶黄素30。那我自己当这个品牌出来的时候呢，我就换了这个品牌，因为我觉得游离型的叶黄素有个好处，它不需要搭配一些油脂或者是鱿鱼鱼油。那很多吃素的朋友呢，他也可以来配食这个我们这一档的日本款的这个叶黄素。那大家知道吗？这个厂商啊，因为我们的会员有一个跑药局的会员，他说这个厂商非常非常厉害啊。我们是透过他知道说，他的技术呢可以把这个叶黄素的提炼做到这么精纯，而且我们的颗粒是不是比较小一点，也是比较好吞咽的哈。那在吃的过程当中，里面还有很棒的另外一个元素叫做维生素 A。那大家知道吗？其实我做过雷射啊，我的眼睛有点像猫头鹰哎，就是在夜里我反而觉得看起来会比较清楚。可是因为长期手机的一种使用的关系，所以我会发现眼睛好像会有点模糊感。所以当我觉得叶黄素的补充可以调整这个时候，会是很开心的。为什么需要叶黄素呢？医生，我问过医生，他说叶黄素等于就像我们影印纸上面的那个碳粉，大家知道吗？如果说你流失的非常多或没有补充的话，所以我们印出来就会模糊。他的解释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天天都需要补充这个叶黄素，也是我自己目前在爱多美的食品里面一定必备使用的这个叶黄素。那刚刚有举手的会员是不是也都需要呢？好，对。再来呢，我来介绍我们的凤梨酵素。好，凤梨酵素呢我非常喜欢。大家知道凤梨酵素一盒有几包吗？好，我不能买凤梨酵素，因为我发现我吃的一包呢是里面的塑胶包，大家知道吗？这样是几包？因为呢，对，因为呢里面有很棒的一个 30% 的一个凤梨粉末，因为我觉得吃起来它比有凤梨的香度之外，还有凤梨的口感。那为什么要吃酵素呢？酵素有一点点就像我们食物的切割机器，把我们的食物做细分的一个切割之外呢，也像另外一种一把钥匙，把我们的食物呢做很棒的一个启动，所以让我们在肠胃吸收的时候呢会吸收很棒的营养素。那所以这个凤梨酵素是我个人真的非常喜欢的。那如果你要做水果茶，我觉得我们的凤梨酵素跟维他命 C 呢可以在水果茶里面加上，我们水果茶里面会增加它的风味。好，以上是我的介绍。那再来呢，我要介绍我自己也每天会食用的，就是我们的蜂蜜。那蜂蜜呢，这个商品我自己非常喜欢，是认为说它可以做一个美丽的代言人的一个很棒的一个饮品哈。那大家知道吗？像我们有时候非常疲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请问你晚上超过10点睡觉的举手。99.999%的人，为什么？因为现在第一个滑手机嘛，第二个就是觉得好像太早睡觉，爱多美业绩还没看完，对不对？好，所以呢还有一个小时要结账嘛，哈。所以我觉得在大家过于疲劳，其实我们是处于一种长期疲劳状态。健康报道说10点到2点睡觉，其实对我们身体呢会有两大很快速老化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呢就是对肝脏的一个负荷会增加。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听起来很害怕，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蜂蜜就是我一种美丽代言的一种饮品，所以也建议大家。那另外呢，建议大家可以让我们家长、我们家里的长辈吃这个蜂蜜，因为蜂蜜会让他感觉除了我们一般吃的东西，老人家吃的食品会减少很多量，所以当他的营养素不够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蜂蜜是很棒的一种补充。大家知道吗？蜂蜜它在2004年2月的时候，在之前研发是我们的韩国原子力研究院食品生命工学研究团队去研发出来的。所以呢，在2004年2月就跟科马呢制造商做一个结合，成立了 BNH 的这个样子的一个团队，所以才会有我们爱多美的这个蜂蜜饮的诞生。所以呢，当时是让研究人做一个很棒的一个饮品的补充。所以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呢，我们公司的简介介绍里面讲得这么清楚的时候，我就觉得吃蜂蜜给我感觉
让我们觉得我们很好像跟这些研究的博士啊，跟这些高级的人员一样，有这样的智慧，有这样的身体，跟有这样的一个才能哈。所以我觉得补充这个，除了美丽之外，还有这样以上的一个功能。再来呢，我来介绍我们的日用品。请问大家，爱多美这么多日用品，你最喜欢什么？我自己非常喜欢什么，大家知道吗？是那个乳胶手套。因为我有富贵手，我常常只要洗到不好的一些水呀、啊，或者是说感觉比较水洗的过程当中比较久的时候呢，我的手就会很干燥。那大家知道我们的乳胶手套很特别吗？它是天然乳胶，所以它不会有那个塑胶的味道。第二个呢，它是会呼吸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像我常打扫中心的时候，时间比较久的一点，你就会发现，哎，感觉上我们的手套是非常柔软的。它是有会呼吸的感觉。第二个呢，它是我们的黑碳跟黄土哦，大家有没有看到它的成分里面多了这两个成分？所以这两个成分呢，它是让我们有多一个抗菌的一个效果在。所以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个乳胶手套，不知道你们买了吗？如果很多会员说啊，爱多美怎么会有手套？如果我问到的会员没有买的话，一定非常介绍跟推广我们的乳胶手套。那再来呢，就是我们的不锈钢刷。大家知道吗？我们的不锈钢刷采用的不锈钢是什么？304哎，哇，很棒，对不对？这么棒的钢材，而且呢，非常非常的细致。大家知道这两颗多少钱吗？85块，真的，而且要做到304，大家有没有觉得做到清洁用品这么高？我想全世界只有爱多美有。那它在做刷洗的过程当中，又不会伤我们的锅具，所以我真的非常喜欢我们这个两个在家里非常常常会用到的一个日用品。那因为进入秋冬，我自己的皮肤比较干，所以呢，身体其实皮肤干燥是随时都要补充的。以前呢，我在会员家看到，大家有没有印象？一些老奶奶的手跟脚啊，比较会有一些九宫格的感觉，有没有？好，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我们现在就没有上一些好一点的沐浴乳，或者是说用好一点的保养的皮肤的一些乳霜或乳液的话，其实未来我就觉得啊，我的脚不要有那种九宫格的感觉哈。所以建议大家，为什么我讲宝贝三件组呢？我也很建议宝贝三件组让我们大人或家里的长辈使用。第一个，我们的沐浴乳跟沐浴法的这一瓶。沐浴第一瓶嘛哈，因为当婴幼儿当然是可以当洗发剂，那大人的话建议不要用这个洗发。那我把这一瓶沐浴乳当做我们大人的沐浴乳的好处，就是说它有韩国两大专利，一个就是安定激素跟一个水溶性的神经酰胺。那大家知道吗？这个你有用过沐浴乳有专利的吗？可能没有注意到哈，它是用乳酸菌去发酵的姜黄。所以在我们表皮洗完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一款洗起来有个好处，就是它不用沐浴球，它只要让我们的手啊沾一点点水，在你的皮肤上轻轻的滑动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你的皮肤表层就会有很微细微细的泡泡，然后做好清洁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哇，你的皮肤啊就好像有一种很棒的一种保护层，而且呢，我都说这个洗完都好像有一个爱的抱抱的感觉。就会觉得你好像被一种热情跟一种爱的那种围绕在你整个身体上哈。那因为现在进入秋冬，皮肤比较干燥，那我自己会用这个乳液来擦身体。然后因为刚刚讲它有一个保护的因子，就是神经酰胺，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有多一道的保护层。那尤其现在空气的外面的空气还有一个气候的变化比较大，所以对皮肤的伤害呢也会比较多一点点，所以建议大家在自己的身体上也要爱护我们的身体，多一个这样保护层。那也建议家长，就是家里的长辈，可以在他的洗完澡之后身体上可以涂抹这个乳霜跟乳液。好，那因为非常非常多东西，再来的话我来介绍我们的洗发精，我们的换发三部曲。我自己非常喜欢原来的何首乌，那当我看到这个换发三部曲的时候，我发现哇，更棒的是它多了一个保湿的感觉更好一点哈。那有会员问说，为什么一定要润丝？因为在市面上可能会有什么二合一啦，直接是洗发润发合一的，可是正常来讲，我们洗发跟润发要分开，因为才不会混淆太多的一些补充剂在里面。
那洗发洗干净之后，润发是要润头发，而不需要洗到头皮，这是基本的部分跟大家做说明。那我们的焕发洗发精呢，它有就像我们蜂蜜的感觉，有没有？有当归、川穹、白芍这三个很棒的一个精致萃取的一个技术在我们里面的一个成分。然后呢，更好的是原来的何首乌、当药、天门冬也在这里面，那所以这个部分还可以做到我们头皮的一个护理跟按摩，所以我自己也蛮喜欢升级版的，不知道大家用了吗？你可以升级试看看我们的焕发这个部分。那我们的润丝的这个部分呢、啊，我自己很喜欢，是因为它让我们润丝的量减少了非常多。那像我有染烫过的头发，只要一点点，大概是我觉得一元大小，或者到不到十元大小的这个润丝量就够了。那一个礼拜呢，也建议大家可以让我们有染烫过头发或受损的头发呢，做我们的护发霜这个部分。所以我们的焕发三系列，大家知道吗？我们在那个美发院呐、啊，如果你看到他写美发 SPA， 大家知道做一次要多少钱吗？999哎，所以999我们就可以买这一整套了，对不对？我们这一套多少钱？1360块嘛，对不对？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你想要享受 SPA 的感觉的时候呢，建议大家换这一组哈。那再来的话，我来介绍我们的保养品的部分。最近我们公司出了一个出了一段时间的，那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就是月桂叶的一个保湿喷雾。那这个月桂叶的保湿喷雾呢，大家有注意到它的原料是什么吗？月桂叶97%萃取的月桂叶，而且它也有一个很棒的保湿因子，就是神经酰胺。以前在还没有经营爱多美跟买爱多美的商品消费的时候呢，真的不知道这些刚刚讲的这些名词。哇，这个姐姐马上喷起来了，来先给她一个热烈的掌声。就是要天天爱多美，然后随时随地爱多美，对不对？那像我们这里面有冷气，所以冷气啦、啊，或者是日晒过啦、啊，其实随时补充。因为大家知道它是多少 CC， 100cc， 很好的是它可以上飞机耶，对不对？是不是？那大家知道在海关有某一个我们某一个不是会有很多被没收的吗？有没有看到我们自己的一个品牌在上面吗？就是玫瑰喷雾哦，所以因为那个包装的部分呢，公司很贴心的也给我们多了一个像这样子喷雾状的方式，所以我觉得月桂水可以。月桂喷雾呢，可以带上飞机是很棒的。然后呢，再下来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来介绍一个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经典五件组。那因为经典五件组要上市，我也要分享很平价或者很让每一个从六件组升等的会员呢来使用这个经典五件组，所以我自己就暂时先没有用六部曲来换到这一组哈。那大家知道吗？这一组它有很棒原来的四大技术，然后再来呢，它有多了两大的一个元素，就是保湿跟滋润度。所以呢，它在保湿上做得很好的话，对我们在吸收上，我觉得尤其是我们的化妆水，大家知道吗？那个三角的瓶装是非常漂亮，对不对？然后化妆水还是保持到150ml，是不是？那化妆水我在挤压的时候呢，就发现有一个很棒很棒的清香的味道，所以在上化妆水之后呢，我自己一直认为说化妆水就比某一些品牌的一些精华液的浓度都感觉更好的保湿度哈，所以化妆水建议可以上3到5次之后，你会发现你整个皮肤的保湿度出来之后呢，你就会觉得你的皮肤在后面的吸收度上面会让它加速也跟快速的吸收我们后面的保养品。那里面有很棒多了刚刚讲的还有两个油脂哈，就是乳木果跟我们的角鲨烷，这个保湿的滋润度呢，让我们擦起来更清爽。以前呢，我们有很多会员可能认为说以前的六件组好像要擦到营养霜很奇怪吗？其实美容师还有一些美容杂志都建议大家一定要上营养霜。像刚刚我问大家有没有滑手机超过一个小时，那请问大家你有滑超过2个小时的举手。好，那请你的右手比一下2公分，2公分有概念吗？然后请把它放在下巴底下，
如果呢，好放下，下两公分已经举好了哈。就是未来呢，如果我看一个杂志，他说，如果我们滑手机超过两个小时，那五年后呢，你的皮肤下垂的，就是刚刚那两公分。好，所以呢，所以请问大家要不要擦营养霜？好，所以当会员问说，哦，为什么还要擦到营养霜啊？原来这个功能还配合现代的趋势哈，所以建议大家营养霜是真的非常棒，而且要恢复我们的弹力这个部分哈。那很开心，也可以在今天跟大家做这样分享。最后呢，我要用一个很简短的一个故，也不是故事啦，一件事件来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很喜欢收集点数，大家知道吗？然后我也很会团购。那最近就是全差公司有没有，他就在收集这些什么料理锅啊，料理的一个机器，所以我就在收集的过程当中想说，哇天哪，要70点耶。然后在收集的过程当中，我就在结果在最后一天呢是17号啊，所以你看连我日期都记这么清楚。然后收集完之后呢，大家知道吗，70点要多少钱？结果我就翻回去那个贴的那个本子一看，200块一点。请问大家算一下，70点是多少钱？啊，14000，对不对？哇，14000块耶！当然有1/3是会员帮忙收集的了哈。当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就很讶异，说：“天哪！从6月到现在，在这里面花了14000。请问大家，在爱多美，如果我花了14000，有多少 PV？ 大家大概算一下，会不会觉得说，如果我们在爱多美只是一位？代言人，一位漂亮的模特儿，我可以把这样的点数累积回来爱多美，是不是很棒？而且不是一对一的换法哦，我们只要一个人购物，是不是全球的消费者一起联盟积点数？所以当我看到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希望我们爱多美有更多更好更多爱的商品马上在我们爱多美上市的时候，我们的积点数好像这些其他的点数就不会流于其他的一些公司。大家知道会员经济它就是一个股东经济，在爱多美来董事长他把会员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动向趋势呢，让我们每一个会员都像爱多美的股东一样，就是有爱的公司。我爱爱多美，你们爱爱多美吗？好，谢谢大家，我们一起在爱多美成功，谢谢。